现在在景细艇的大创，听说这间大创很大间哦，这一整层楼都是。这里是厨房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计量杯，买这个小的，然后制作巧克力的材料，这边是用具，这里是各式各样的包装用具，非常的齐全啊，这是庆生的。然后这里是也是包装的，其实真的很大，就这一整区，包含里面全都是玩具区，有好几层都是玩具。然后再来，这是园艺用品了，这间真的很大很大。用品区要打包行李，所以我想买一个这种束带，15公分就够了吧。如果这个开在我们学校附近多好。是图画工作，所以有各式各样的色纸、粘土、贴纸、纸胶带，哦，各式各样的贴纸。2022的明星商品投票，就是这些，大家都觉得很好用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吧。我对这个很有兴趣，就是切奶油的。然后，这个很有趣，就是要清那个键盘的缝隙。还有这个啦。都可以很简约酱料泡那个蛋的，买一个试试看哈。啊，这个是胶带的纸胶带的收纳，是立体的，合起来的。可是我们有在用纸胶带吗？这个是可以勾夹很多东西的，感觉很好用哎，夹个杆子就可以了。买个两个好了。可以让自己好好睡的吗？来跟彤彤试试看吗？哦，锁在这个下面可以当就是拖的滚轮，小滚轮。哎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化妆小物，这很神奇哦，就是你出外化妆的话，它一支就有所有的刷子。然后这个是小夹子。哦，天哪，还有面膜哎！天啊，我这次面膜买太多了。这个是热风机，就是当你把什么饼干没有吃完，你可以再把它封回去。这里是文具区，连事物用品，超级齐全。这边好起来都是。那这个是我想买的，就是盖住铅笔的铅笔的那种。文具用品区，小朋友的学习的本子，就是什么练习写汉字啊、英文啊，他们就都一柜。看这一整柜都是，然后这也都是文具。这里有好多那种特殊的笔，很可爱。然后这个是就是会发光的车车的笔，这个，然后我喜欢这个琪琪跟弟弟，看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然后这边是信纸，这边是各式各样的便利贴，食品区，调味料区，我还没有走到底呢。各样的糖果，
这里，这边都108。ご来館のお客様に三井ショッピングパークカード、三井ショッピングパークカードセゾンが入会。各式各样的零食啊，到了我想逛的卫生用品区。其实我这次来最主要想要买的是，哇，这好便宜哦！想要买的是洗衣袋，就在这边很久，推车用的东西，正反两面都可以勾哎。朋友的小碗哎，好可爱哦！这边都是药盒，然后最神奇的是这个，就是一天的药袋，就是可以放好，蛮实用的。对，然后这里都是 OK 绷，各式各样的 OK 绷，各式各样的湿纸巾。这边是洗澡的用品，洗衣用品区，各式各样的夹子，洗衣袋在这里，我要开始找咯。这一整片都是洗衣袋，洗衣袋上面还会标示可不可以烘。然后就是洗衣机、滚筒洗衣机可不可以用？买个这个装东东的玩具。这是在洗小朋友室内写的，可以先买一个下来留着。真的太大了，26区、25区，我还没逛完一半呢。这里是各式各样的调理用具，想买这种料理夹，还有这种长筷子，这个是拿来煮温泉蛋的。可以买一个来试试看。嗯，这，然后这个是让蛋蛋就是比较容易脱模的那一种，可以在后面蛋蛋后面打个洞。OK， 看这里都是跟蛋有关的。彤彤买一个就是餐袋，看一看。我想说买这个好了，这个颜色。这柜都是保存食物用的，然后我想买这种，就是夹面包的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就是米袋，然后变成那个锁紧就可以倒了。这一柜都是跟烘焙或者是要做东西有关的，压马铃薯的奶油的保存盒，我刚有拿一个这个了，来看看这件大创的有多大。位置方位是这样子，就占了一整层楼，非常的大。我结完账了，一共是5160元。他这里是不能退税的，我刚有问过他了。想有很多衣服很可爱，可是因为东东自己穿没多久就要换了，然后很容易失心疯啦，但是我又忍住。对，然后来这边只是要帮人家买一个小女生的水壶，就非常多的小朋友的衣服。我刚刚是在看它有夏天跟冬天的服袋。好啦，爸爸给了我2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让我自己去逛一逛，自己很悠闲的逛了大创，然后再去阿卡奖晃了一下。阿卡奖的衣服很可爱，
可是因为洞洞大得太快了，其实有时候买了也不知道它能不能穿。然后它的福袋就是20000日币，那里面就是有几件衣服这样子给你搭配，然后真的都质感还蛮好的，然后有按照公分，就是80公分、90公分，一直到130公分的福袋都有，有夏天的，也有冬天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妈妈，最近会来阿卡讲，可以去看一看啦。她的福袋其实还不错。